望局部的第五个望二阴，我们望了头面、望五官、望胸腹、望四肢的五个望二阴，望前阴，应该说望前阴，有妇科疾病要专门要，如果是妇科疾病要专门的检查，是吧？那我们这前阴是什么呢？前阴是生殖或排尿的器官，由神所主管，中经所居，特别是男子的阴部啊是中经所居之处，阴户通于包公，胡语的阴户是通于包公，与春而没密切相关，肝经熬阴气，所以前阴这个地方和神和膀胱和肝这些脏器关系密切。给学生讲课的时候应该做交代，就是与心的查与心的前阴，应当男医生应当要有护士陪同，必要的情况下去查。那么妇科，如果是妇科医生应该做外阴的检查。外阴的病变常见到的一种很多的外阴的病变，这个妇科病恐怕有相当一部分都在外阴上面有反应的，可以从这里去反映出来。男性的前阴疾病里面现在有专门有男科，男性科，男性科，所以外阴的病变很多。一种是外阴的肿胀，如果外阴部出现红肿、瘙痒、灼痛这些情况，由于外阴是肝经中气所居之处，肝经熬阴气，所以认为是肝经的实热下聚，或者也有的就直称为实热下聚。实热下聚，因为这个阴部啊也叫躯体的比较下的地方了，它都在脏腑的位置下面，所以叫做实热下聚。湿热下聚的位置应该说举到腿上去也是的，举到脚趾上面去也是湿热下聚。那么这个地方所以肝经湿热，因为它是阴气属于肝经循行好过的地方。如果阴囊阴户肿胀，那就叫做阴肿，可以是血肿病的一种，可以是血肿病的一种，血肿的以后可以出现阴部血肿，阴部血肿。还有阴囊，男子的阴囊肿大是去三气，三气当然也不单纯是男子有，女子也有疝气，也有疝气。男子的疝气更常见一些，你看这个小儿这个疝气啊，这一边肿大了，阴囊肿大了，里面有物体从这个腹腔里面掉到阴囊里面来了，掉到阴囊里面来了，疝气。疝气又可以分为好多种，有可以因为水引起来的，水引起来的，有的是因为血引起来的，有的是里面筋膜曲张，里面摸上去啊和那个有蚯蚓一样，里面好像笋子一样的，那多半是筋疝、水疝、血疝，还有石疝，石头，不是说里面长了石头，是讲的这个睾丸生长癌症，肿韧像石头一样，睾丸癌。所以疝有很多种疝，疝气这是个笼统的名称，它里面可以有不同的物质，可能是水，可能是淤血，比如说这个阴部这个地方被踢伤了，阴囊里面的出血了，那就变成血疝，等等。外阴收缩，外阴收缩，就是阴囊甚至阴茎往腹部收，腹语或者感到阴气，大阴神、小阴神往里面收缩，并且疼痛。实际上，这种是不是真正收进去了？可能受寒以后寒性凝滞，它的阴茎啊
阴囊啊可能都处于一个收缩状态，这是可能的。但是有的说这种啊熟阴症熟阴病，比如说海南岛那个地方原来就是说比较多啊，扑通的很厉害，这个阴囊啊阴都熟到肚子里面去了，外面看不着了，要赶快要把它扭住，不然就收进去了就会死人。实际上可能是收缩，处于一个收缩状态是可能的。最常见的伴有的典型就是肚子痛得很厉害，叫熟阴病，熟阴囊肝尖呢，中医要用个囊肝尖来进行治疗的，像这种情况啊，那是不是一定是收的没有了？那这个好像没有啊，没有。但是这种病人还是有的啊，病人有啊，有的一紧张，特别是听说了、听到了这样的痛啊，这个不安呐、人就会完了。一紧张以后啊，只觉得这个地方寒冷、冷痛，有收缩的感，就认为阴囊、阴气、阴茎都收进去了啊，这种叫做熟阴、阴熟啊，这是寒直干白的一种表现。寒邪精细寒性凝滞收引，说它痛得很厉害。为什么说肝门是阴气是肝经寻扰的地方为中经所住之处，外阴生疮，外阴生疮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叫做肝阴疮，就是生了疮，一般的就是阴疮。一般的生疮那多半是肝经湿热下注或这个红肿灼热瘙痒疼痛是一样，也有的是梅豆，叫做下肝。这个下肝国粹又分什么混旋呐、这样的一些名字啊，那是梅豆。现在梅豆少见了，梅豆少见了，但是这个油啊，行病的那种情况又多了。有的生疮呢很严重，有的是一种肿瘤、癌肿，你看这个女性呢、外阴呢。是由白斑到了外阴癌了，一种癌症的表现。外阴生疮，外阴的实诊，男性的阴囊，有的时候也连接到阴茎、大腿的内侧这些地方，瘙痒，潮湿，起小疹子。这个阴囊一起疹子以后。痒得很厉害，皮肤增厚，起疹子，就像一个什么呢？像一个球一样的，绣球一样的，所以把这种病呢叫做绣神囊轰，也叫阴囊轰，或者叫做绣球轰，像那个过去什么这个抛绣球啊，去这个谈恋爱什么球打到谁就那个的绣球，身为绣球轰，形容这种病呢，阴囊潮湿湿疹瘙痒皮肤增厚，这是阴囊轰。阴囊轰也有的称为绣球轰、神囊轰、神囊轰，因为它与神有关系啊。这是实际上中医认为啊，神两个大的左右在腰部，这是两个大神，两个睾丸它的形状和神很相关，很相关，所以把它称为神子。这个睾丸是藏在阴囊里面，所以叫做神囊、神子、神囊。实际上神主水，应该是讲的那两个大的，应该说我们人身上像男的话应该有四个肾，有两个大的肾主要是排泄小便的，有两个小的肾就是睾丸，它的形状是像肾脏啊，睾丸啊形状像肾脏，你看我们杀鸡的时候那个雄鸡那个睾丸，你看和那个肾有些像象，所以它叫肾子，过去叫肾子。所以这个应该说主生殖的那个生呢，应该是讲的生殖，讲的这个睾丸，这两个小一点的生，所以这个地方叫做神囊轰啊。女性也可以，那就女性不叫做神囊轰，那就叫做女性
语音失真。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？仍然是湿热下注。如果病久了瘙痒，皮肤回后增厚瘙痒很厉害，那就可能出了湿热，有可能有阴虚血烧了，阴虚血烧了。睾丸的异常，睾丸的异常，但有睾丸过小，甚至没有睾丸，那是先天滑油的问题，是吧？无睾丸当然就没有生殖能力，也有的睾丸从腹腔里面没有掉下来，都是可能的。还有一种情况是腮腺扎腮以后啊，一种后遗症。扎腮啊，小孩得扎腮以后，哎，他有时候就出现睾丸出现萎缩。当然，这个扎腮腮部怎么跑到睾丸这个地方去了？中医怎么解释它？这个病怎么后移到这个使睾丸变小了？啊，这是睾丸萎缩可以出现这种情况，睾丸的异常。第五个，阴部有无头区，前阴这个地方有东西掉出来，当然是讲的女性，胡语的阴部有无头出来掉出来，叫做阴挺。阴挺，阴部啊，这个涂的不厉害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把这个阴道鼻翻出来了，甚至子宫颈啊、子宫这个地方都翻出来了，这叫做阴挺。掉出来了，这种病认为是中气下陷，脾气主升，脾有收摄的作用，主身体，脾气下陷的时候可以出现阴挺，多半比如说产后，隔着产后了以后又没有休息，劳累，这个阴道啊松弛，所以阴道鼻就掉出来了，变成阴挺，阴挺。这是往前阴，最常见的往这么一些。实际上还有很多很多的病呢、啊，很多很多的病啊，子痈啊、子肿啊，就是讲这个睾丸的痈，肿什么等等，阴茎的炎等等，好多的病我们都没讲到，没讲到。往前阴最常见的有这么一些。往后阴，后阴，后阴是排泄大便的地方，它和脾胃和神的关系密切。前阴是和肝和神的关系密切，后阴就和脾胃肠和神的关系密切。前后阴的病变最常见的，比如说肝痈、肛痈，肛门周围生疮。红肿发脓就是肛痈，生在腹部的就是腹痈，生在背上的我们说叫做打手，上打手、中打手、对际滑等等这些名称。生于颈子上的是颈痈，生于项部是项痈，生于喉咙的喉痈，哪个地方就是哪个痈。那么生在肛门周围，因为肛门这个地方比较脏，细菌容易在这个地方繁殖，邪窦啊，食热邪窦容易聚集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它容易生疮。这是肛痈。第二种是肛裂，大便干燥，解大便解不出来，把这肛门撑破了，撑破了以后肛门出现裂口，容易出血，容易出血，这是叫做肛裂啊，肛裂，看得到吧？那个地方啊，那个红色的地方，红色的地方箭头指着这个地方，这就是这个地方肛门呢已经撑开了，撑开了，出现了裂口，出现裂口啊，这种裂口很可能就容易出血，可以出现这种出血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叫做经血，出血鲜红的，一滴一滴滴滴下来啊，这是肛裂。痔疮很常见的，现在痔疮的病人很多，我们痔瘘科都经常是满的要等床，患痔疮的人很多，专门有肛肠科，就主要是这种病。这个痔疮生在齿线以内的叫做内痔，齿线就是这个地方啊，周围啊，肛门就这个皮肤和这个
皮肤黏膜和那个肠子交盖的那个地方叫齿线，齿线。那么生在这个齿线以内，你看这是齿线啊，这一条这个是齿线，生在齿线以内的这个静脉曲张的这个弹块，一弹弹的块，这就是内痔。生在外面的，生在这个齿线外面哪的这些地方的叫做外痔，生在齿线内面的叫做内痔。具体是那肛肠科还可以实习的啊，齿线内的叫内痔，齿线以外的叫做外痔。这肛门外面，这不是长癌症啊，也不是一个污渍脱出来了，是这个肛门正边上啊，皮肤上面出现了淤血疙瘩。它又有几种是吧，有这个血管的，也有赘皮，就是一种皮瓣皮肤等等，又有几种。这是生在肛门外齿线外面的叫做外痔。还有即使内痔又是外痔的，里面也长了痔，外面也有痔的。你看这一个，这是齿线，这一条这是齿线，齿线的里面这个张大了的这一部分，这是内痔。你看这里有一个内痔，这里有一个内痔，这里有一个内痔，这里好大一个内痔。除了里面有血管扭曲淤血以外，这个外面齿线的外面，它已经超过了这个齿线了吧，是不是？齿线的外面它也出现了血管扭曲，血栓，叫做混合痔，内外都有，混合的，所以叫做混合痔啊。这是痔疮啊，常见的有内痔、外痔、混合痔。瘘管，瘘管呢、刚才我们讲这个肛壅，这个地方生疮以后啊，肛门周围地方生疮，壅凡是生疮就会化脓，溃破以后就流脓，流脓以后肛门这个地方又不干净，所以经常这个脓流出来以后啊，经常又感染，就慢慢就形成一条隧道。我们先讲到这个脖子上可以出现颈子上有颈瘘瘘管吧，肛门这个地方出现瘘管，我们叫做肛瘘。瘘管，瘘管就是和这个脑储地洞一样的，它里面有一条暗道，暗道。这个暗道又有不同的暗道，有的是盲的，一边有的是两边通孔的，一边是通到肛肠子里面去了，一边通到肛门外面皮肤上面的，内外沟通了。有的是只有通一头，有的是有上面交叉，有高位低位，通到肠子的位置上又有高的位置和低的位置，所以有复杂复杂瘘管里面呢，像这个地道一样的，到处互相沟通的，所以瘘管。这个这是用来一个线呢去探了，探了啊，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地方外面看的口子不大，但是把这个像塑料一样的这个管子啊插进去就可以探，看它插得多深，它插到了什么地方去了。如果这个插得很深，高位肛瘘，插的又没插好深，只插的几公分，就插不进去了，低位的，是不是啊？哪一边插到肠子里面去了，那就是不是盲单，是吧？那就有内口有外口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啊，这是一个探针在查这个瘘管啊，这地方查得进去就形成了一个管子。我们先讲的那个颈瘘，当然那一个管子就很大了，是吧？这个没有那么粗，实际上这个里面呢也很不容易好，很不容易好啊。为什么不容易好？这个地方比较脏，特别是如果是通到肠子里面出来以后，你看肠子大便呢什么东西都慢慢到那个管道里面去了，很不容易好，而是经常要做手术啊，这个肛瘘的手术要把它想办法，中医啊有个比较特殊的方法，把它箍扎结扎疗法，不是一刀把这个切掉，一刀你看是切掉把这一块肛门屁股也切掉，把这块切掉那很那个的，用这个松紧的这个线硬上腰，它自己让它收缩，让这个管子啊脱落坏死，长出新的肉来，这样的治疗。这是瘘管啊，瘘管。第五个是脱肛，
直肠从肛门里面掉到外面来了，直肠黏膜或者直肠从肛门掉到外面来了。为什么会掉下来的呢？我们女性前阴就出现阴挺，我们后面的从肛门，男性女性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，我们叫做脱肛。你看这一个病人，这个肠子啊、肠管啊、肠黏膜啊就翻出来了，从就肠管从里面翻出来了，肛门呢在这里解大便就排出来了啊，脱肛的，有的脱出来几寸长，不能够回收进去啊，不能回收进去，那很痛苦了。前阴的病、后阴的病，常见的啊，我们讲一些最常见的，讲这一些，今天讲到这，休息。